Hey, 大家好，五月贸易战更新啊！今天母牛玩家啤酒 JJ 又来带大家看这次贸易战更新的内容，穿在母牛身上呢是长什么样子。在这之前呢，我们要先介绍我们今年十版的大更新 10.1 奈夏里奥的余烬。这次呢推出了全新的区域扎拉雷洞穴，提供了更多的内容以及全新的剧情来描述龙族的故事，然后还有新的升级装备系统。那之前呢勇气点数都已经不能用了，再来就是部落跟联盟可以在同一个工会了。不过想想也是，因为身为联盟你有用考验联盟的权利而加入部落啊。好，那 10.1 呢还有新的团队副本亚贝鲁斯暗影卢刚，这次也是普通英雄还有传奇同时开放，那艾泽拉斯的朋友呢可以上线看直播，看是谁首杀啦。最后呢是我们的新的 N 加副本绝皮骨灌注回廊奥达曼还有奈夏鲁斯堡，再来就是四个旧副本自由港幽府深窟还有奈夏里奥巢穴还有我们的漩涡尖塔。那以上4+4就是我们 10.1 的新的 A 加副本。好，那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拍卖场的原物料全部涨价啦，好险我之前买我全部都买10000个，自用。我那天还跟我朋友说，你们要上线看一下你的制皮呀、还有你的那个锁甲，然后什么原物料要先买一买的，我已经买了200万了，你要不要上线看一下？他说好，晚上上线。结果晚上根本没上线，我今天上线跟他说，全部涨价，涨超多的，好，没救了。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次的贸易战有什么新东西。来看看第一个哦，又是牧师、法师、术师，已经连2个月都没有出德鲁伊的东西了吧？这还不错啦，单穿在牛上就还好。这是德鲁伊的，可能也是不太适合我这只牛。再来是皮皮，皮皮很可爱耶，这看起来这是金属做的，但是它那个耳朵很像饼干。就是看起来很调皮，但是我可能会买耶，我已经连2个月没有买东西了。再来是我们的高山之牙，这把不错，这把好看，可是我不能拿，好看的我都不能拿。示弱秘法之冠，这看起来是给法信用的。我的牛身材这么的好，看起来就很健康，就不太适合戴这个头冠。黑铁短枪，这个我喜欢，可是我也不能戴。P9JJ 喜欢，这个是什么？雄鹰之翼，战刃，这个也不错看。这哪两把应该蛮好看的。再来是这个，我连看都不想看。然后是什么？绝米线捕者法杖，没有法杖啊，原来是国王的法杖吗？还有漫游者雪白之斧，是披风。哎呀，这条腰带我喜欢，这条腰带我可能也会买，100块而已。流浪者雪白丝线，高阶祭司的披风，这件也好看，这件要搭，但穿在我身上还好。我每次都很羡慕那个血精灵，血精灵真的是穿什么都好看。猎人的反曲弓，这个看起来，这看起来。非常的简单，还有我们的锋利小刀，不要偷懒，放这两把是怎样？好，以上呢就是五月的贸易战的新东西，那我们明天见啊，开工啦各位，开工了。
我是啤酒 JJ SSQ Rush， 我们下次见，拜拜。